不是东北这个，我说的是在广州和香港赫赫有名的黄大仙。三种本领，四十成羊，能够把石头变成羊；第二个呢，四羊成石，就把羊变成石头；还有呢，他一个吹笛子，他笛子一吹，嘟嘟嘟，好比说你羊好归来了，我嘟嘟嘟的羊冲锋，这样子呢，他用笛子来指挥。肯定全是我，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他到底是谁？他小时候呢，家里头这个条件不太好，比较贫困。那么然后到了15岁左右了以后呢，那么他就去那边放羊，碰到一位道长，他就跟着这个道长去这个修道去了。差不多一共大概有经历了40多年。40多年的时候，他哥哥呢，在这个期间呢，一直在找他，因为黄大仙他是兄弟两个。在民间，高道大德往往都有一个神奇的前世传说。相传黄大仙是天庭的金龟，有一天金龟看到人间大旱，百姓苦不堪言，他于心不忍，便私自降雨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却因为触犯天条被贬入人间，在一个贫苦的人家投胎转世。将军，你给他起个名字吧，就叫黄初平吧，好吗？他叫黄初平，黄初平。那么他还有一位哥哥呢，叫黄初起。他哥哥当时就是去那个一直找了他40多年。那么后来有一天在集市上呢，得到了弟弟的这个消息，就到山里头去找他了。找了以后呢，就看到他弟弟，看到他弟弟了以后呢，就聊起来。后来又问到你当时那个出去的时候放的这群羊在什么地方。那么当时那个黄初平的话呢，就把手一挥，念了一个赤字，那么就看到山里头的那些那个白的石头啊，又全部又化成了这个羊。黄初平在得道之后云游四方，一生以治病救命、济贫扶弱为己任，遇贫病者每每有求必应，深得民心，后世人们尊称为黄大仙。一般的我们会看到我们中国很多神仙呢，他都是在本土这边信仰比较多，走出国门的呢这个少了一些。但是黄大仙的话，应该说只要是有华人的地方，基本上都有黄大仙的这个信仰。黄大仙文化远播世界20多个国家，其中美国、澳大利亚、法国、泰国还建有黄大仙祠。因为黄大仙是他得道成仙了以后，他是一路上是往广东方向，那么所以那批人的话，这个在那个在19世纪也好啊，在20世纪初叶也好，等等等等，他们就纷纷的这个去往了这个海外的这个各个地方，所以在他们的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，就把这个黄大仙的这个信仰遍布到各个角落去了。因为跟他的这个人情是有关系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去广东的话，像那个潮汕地区，还有很多家族，他们是信仰黄大仙的。家国情怀，有国才有家。香港和大陆都是祖国的一部分。作为黄大仙的善信，我们不但要虔诚黄大仙抚平眷赛的这个文化，更要让它发扬光大。所以我想黄大仙的这个精神的话，我觉得首先我们是要去学习他，去感受他怎么样在修道，或者他为了
完成一个目标，他所做的那些付出，经历的这些这个磨难也好啊，或者忍受的寂寞也好，等等等等，我觉得这些是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去反思一下。我们平时都注重了一个什么呢？都注重了一个我们自身主动的去帮助别人，我们去做一些好事，是吧？那么，所以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呢？叫做普济啊。那么另外一个劝善，就是我们去做一个好事情啊，不是说我们自己去亲力亲为，而是带着大家啊，就是大家一起来做。普济向善，共赴先行，黄大仙精神传承不断，福泽天下。